中昼安尼，讲无人起来要便当哦。姐，我跟你讲一个最神奇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王永庆在网络顶头讲咱家的包仔粿到底是臭生的？你是要我袂讲啥？咱的大恁家包仔拢是现做的呢。阿姐，我讲咱店生意不好，嘛无愿意你为着这间店出去牺牲摄像站嘛。啊，不过这姐姐，阿哥讲的有道理啊。以后是烦恼讲你若是安尼出去，会好食到。哎，是讲阿哥，你烦恼这是假啊？姐姐讲我安尼好着，谁敢食到？对啊。不管啦，反正哦，等一下便当出去卖啦。哦。欢迎光。姐姐，红藤五种的，已经把这店面卖给我。今仔我来这是要跟你讲，你的营业到今仔的为止，等你物件都爱搬搬嘞，店面来用我。啊，恁爸拢走，唔对嘞走，当去摸恁爸的大腿做你的爸爸啊！卖这哩赶紧，就把恁最后一组人客赶走。算起来，我嘛是恁的忠实顾客，第一天有来，最后一天我冇来。黄伟廉，请你出去！刘佳丽，就这种条，再熬你五十年，你嘛做袂起来。今日我好人做个底，请人来替你把这间店拆起来，安尼以后你就免阁开钱找人来拆总潢啊。我无想要安尼，为什么大家拢要变？你我要去面对，我嘛去面对啊！像在我临时点火的时阵，还留这个阿妈休息在仓库。你讲啥？仓库的火真正是你放的哦、喔？